人家都放上了。德宇回他家取了一些鞭炮，说是去年买的啊，那应该是年底的时候买了，一直没放，给我们留着呢。找个蒙宝跟俏俏出去放，我们现在过去。小哑巴狗啊，我们刚到这儿就特别热闹。德宇他从老丈母娘家回来了，然后把弟弟妹妹全带来了，然后都凑一起，一会儿进屋大家打扑克。我先带俏俏出来看看他们放鞭炮。哎呀，葡萄你拿个根儿，哎，别削我脑袋啊！哎呀，这个有点刺啊，这个有点慢。那生无可恋呢，别往当吃，往天上吃。烧头，大舅这啥呀？你这不行，你这花潮了吧？打火机烧的，又潮了。你们烧手，点都点不着，还烧手呢？哎，这不行啊，这风啊，这风就。点那几个不行吗？这风太大了，别点了。这咋放的？窜天猴，你得插雪里头。哎，这插这个好玩。哎，大舅，这个老好玩了。插雪里头吧。那面在哪儿啊？啊，这个呢？来，插一个，插一个。看我这个。呜！这就没了。这咋没响呢？笑笑，你起来，笑笑，离远点，离远点。大嫂，这不都痒了，不响了。这小哑巴炮，应该是有点潮了。哎呀，这俺家老多了，是吗？这个俺家好几盒呢。哎，你看这个。哎呀，在哪？还有吗？拿着点，放那些。好，来，大哥，快了，大一，崩不坏？快来！拍视频，我让我留照片。啊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我点点吧，你说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哎，你顺风是吧？你顶风咱少大衣了。着啊！哎呀，好长。哎呀，哎，这摇起来了。这样摇。哎呀，好。谁说不好使啊？啊，这个刺挺长时间呢。啊，真长时间。给你一个，你叫。他不玩。来一个好看。他不玩。对，那啥。咱们家的老顽童是谁？就大舅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大舅今天兜里没揣双响子，要上谁家，哐哐给你点两个。大舅上谁家了？先不敲门，在门口放个二踢脚，完了进屋就知道他来了。老了，这些不能。哪有放？都没有，你买没忘了？完了，我现在眼睛已经花了，这散的看不清东西了。再放啊，就放得了呗。不放了，那啥用啊？在这研究呢，必须把这个鞭炮全放光了，要不然不静。这是那大舅啊，这要命。大哥，上吧。你人多分开呀。来，这边。对呀，不用来干，来干。我得抽点风啊，别先生。没出手拧能也上场。哎呀，您能装。他这一出手，你忘了你输你老让人家站着放着了。拿一百。是啊，那差的，不拉倒。那往不那玩意儿多那个。别闹了，差不行。那三扇是龙就可以啊。什么玩意儿？带三张是龙呗。是。三张是不是龙？真的。什么意思？哎呀，这朋友多了。六七八。你大抓你怎么收顶？他大抓，我什么大抓？那对，是龙。那揪就得亮呗，还咋的？对呀。
揪干啥呀？上了三圣了。给我皮鞋我就走了吗？这不，五个没黑水管不上，来吧。管他呢，后身能管二啊？能。嗯。你使啥亮呢？我现俩二还是俩二？你亮的？他亮的。他亮的，我让人出一包，出八张牌了，要不？宝扇，那不红十雷呢？剩二，还剩二？剩二啥用啊？剩二？靠俩人顶，不是我六七八，你七八九就不行。谁到了？对，我剩个二张，我一眼出六个。要不然，要不然，说真的。刚才整错了，八二，连蹲才好。啥？八了，为啥不蹲呢？你过站了？包呢？那都不要了。你走吧。走了，那二。哎呀，这牌蹲牌好了。你没走啊？剩两张，剩两张吗？剩两张啊！我出呗。你都连上了。再剩二了。走吧。你也走了吗？那该管得管呢。对，这啥呀？正管，要管接不上你，是不是？我寻思，哎呀，宝弟，你这牌差点让人踢了，你干嘛？十六块钱不保啊！那就这牌亮，一管人的。我一张大龙怎么的？你那牌连头开，你红石在手，你得连头开。谁到了你？我红。